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我刚刚收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快递，然后想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开箱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那就开始吧。Yellows Plus， 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一起来拆快递吧。这是国货张小泉，这个剪刀又有颜值，又好用，我经常用它。好，我们来拆快递吧。这次到的货好像不是很多，但应该是咱们春节前最后一批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。订 Morgan 的朋友 Carrie Edja 都到货了。这一盒好像很轻，很小的样子，也是 Morgan。 最近订 Morgan 的朋友还有一点多。再接下来 YVS Eves， 还有就是还是 Eves。 OK， 这次只有到了这么多，432玳瑁色都到货啦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把它拿出来以后再打开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呢。一般来的时候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塑料包装袋，然后眼镜布在外面，这个眼镜盒在里面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，这样之后再打开，然后它都会这样子包装好。这个是 YVS 的一个全新的眼镜，然后放在里面。我们都会把眼镜盒分开，因为这样子省得在发货的时候或者是给客户展示的时候再去找了，然后也会用这样子纸袋给它套起来，对，然后就把它去收纳好，更新一下库存，然后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店主的日常。对，好啦，那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对这种开箱视频感兴趣的话，那就留言告诉我哦。拜拜。